Hello， 我是江江。很多人问我这个特殊载具多少钱。那首先你必须要在办公室买那个特殊载具的仓库，然后你才可以买特殊载具。那如果你想要有优惠价格的话，你要到这里看 Wall Stalker。它在这里全部的地方，这里有全部所有载具的金额跟那个。优惠价。那我先介绍这个水陆烈焰。如果你一开始先偷车任务解完之后，它会有个解特殊载具。那当你解到这个特殊载具之后，你就可以这个132万的价格买它。那如果你钱多的话，可以直接购买170几万的车子，就直接购买就可以了。那回到你的地下室，坐上你的车。那因为我这台车呢已经改过了，但我还是示范给你看一下。我们先标一下地图，离最近的改车场。那我会选这边，是因为它离我的办公室跟住宅区算是比较近的地方。路人骂脏话，你看我过头了。OK， 我们先开进去喽。这里护具啊可以改到满诶，100%，所以它几乎不会有撞坏的问题。那刹车也是用赛车机的，所以会比较好刹车。那引擎的话，我也是用到最满。然后我变速箱、涡轮、车轮全部都用最好的，所以我的那个加速是满格，是五格的。那唯一是我把车轮换成那个，就是轮胎改成，我看看，啊、哦，车轮类型我是改成越野车，因为我听说越野车的轮胎比较好开，所以就换成它越野车的样子。那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原厂的车轮啦、啊，就是感觉还比较 smooth， 很顺的感觉啦，对吧、啊？不过还是。试试看其他的轮胎感觉怎么样。那我来换一下喷漆好了。喷漆的颜色我给它换一个新的好了。亮的。如果用黄色红色会比较好看吗？我来试试看。黄色红色。有点怪，有一点点怪，不然我先用黄色，然后我的那个副色调我要用金属色的银色考，银色有比较好一点，但还是很怪，可能不知道怎么说，还 OK 啦，还 OK 啦。金色，法师黑刚好了。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意见或是配色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。其实红色也可以啦，红色比较亮。先用红色好了，好，先这样喽。我们去试一下车好了。
哇，这是清晨啊，刚天亮的样子。哇 ，Foxy 在玩路上竞速。这台水陆两用车啊，然后它可以射击，哎，为什么不能发射子弹？对耶，我的子弹不见了。哎，好怪哦，会不会是因为压低车盘的关系啊？它的原厂车是可以做那个发射子弹的，说，是我记错吗？看一下它如果把它改回来高度的话，它是在是哪边啊？引擎不是变速箱吗？开款式，这里我都改了。护具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哈哈哈！我用那个啊，被动模式啊，这样就可以发射子弹啊。好，去试车咯。有没有？越野车是比较快，而且抓地力很稳。下雨天的话也是。也还 OK， 好，我的摇杆又快没电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我们要准备去记录一下另外一台车子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